结束两个世界的呼吸，对彼此很好奇，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，明明就心动的不行。我的方案已经做好了，为了帮助你尽快脱敏，必须从生活习惯做起。洗澡不能超过15分钟，只能用一种洗手液。去一次厕所，马桶冲水不能超过2次。还有其他规定和脱敏练习，你可以仔细看一下。你是不是在针对我？我觉得他写的方案挺好的，难度不高，而且都很日常。顾总，你肯定没问题。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嘛，我当然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就由双娇当裁判。当然了，由于你对双娇免疫，你的脱敏练习不能和双娇一起。从今天起，你必须和双娇保持距离。我建议啊，你可以尝试和我做脱敏练习，我很乐意奉陪的。那不必了。你最好接受。你不是很讨厌我吗？如果你对一个讨厌的人都有免疫了，那才说明你的情况在真正的好转。我觉得陆显说的很有道理。顾总，要不你就克服一下，跟他练一练。好了，吃饭吧。你们怎么都不做啊？看饭吧。双娇，你坐这儿，我坐顾先生旁边，方便训练脱敏。哦，好。拿开！你必须得突破你自己，不然你的情况就不能好转。你的情况不好转，我就只能一直住下去。不能吐出来，要不今天的训练不合格。是啊，顾总，你加油。这个肥肠它其实挺好吃的。
怎么样，可以了吧？既然你这么勉强，我就不强迫你了。这道菜啊，是我和双娇的最爱。哎，双娇，我们吃啊。谢谢。不勉强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嗯，好吃，是吗？嗯，好香啊！嗯。我怕你胃不舒服，所以给你煮了粥。我为什么会不舒服？你刚刚不是吃了很多卤肥肠吗？我再忙一下，等会儿再喝。那我先拿给陆显喝，你一会儿要喝的时候再叫我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喝。谢谢。忽然好想喝粥。很烫，你慢点。好好吃。不烫，一点也不烫。双娇，你做了多少？我煮了一大锅。那待会儿都帮我留着吧，我把它都喝掉。都喝完啊？嗯，好好喝，没问题的。你的咖啡。我要的是中杯。免费给你剩杯的，免费赠送的。你这样不怕被店里开除吗？我姐生气的时候啊，就喜欢吃这种甜甜的东西，吃了以后心情就好了。我又没生气。那我给你发微信，你不回我。你啊，就好好照顾你女朋友吧。要是让他知道你还给别的女生发微信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哎，朱岩，你洗碗怎么不戴手套？洗洁精对手的伤害很大的。我习惯了不戴手套。顾总，别动，我在脱敏。可是陆显说他是专业的，你应该跟他训练。他说的也不一定正确。我和你们分别都做脱敏训练，不是更有利于我对不同人群的免疫吗？哦。你脸怎么红了？嗯，没有吧。我来帮你训练。不必了，不用你陪我练了。我来让你以此脱敏，多管闲事啊！我是你咨询师，当然要管你的事了。双娇，忙去吧。嗯，那你们好好训练。嗯，双娇。东贤，帮我买一支女士护手霜。喂，有事吗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平时都用什么牌子的护手霜？护手霜？
其实什么牌子都可以啊，最主要的呢就是送人的心意，收到的人只要能感受到就会很开心。啊，那有没有具体一点的牌子？我一般都用欧家，但别的牌子也可以的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帮顾总买，谢谢。顾仁奇，你帮他买的？哦，对啊，因为顾总请我帮他买一个女生的护手霜送过去。所以你打电话过来问我，就是要给其他女生买什么牌子的护手霜？因为我想说，你们女生比较了解女生用的东西嘛。如果你以后再要帮其他女生买东西，请不要再来问我，我没空。先生您好，需要看点什么？护手霜。啊，请跟我来。手霜，你习惯怎么不戴手套啊？洗洁精对手的伤害是很大的。我习惯了不戴手套，每天早晚涂两次，定期检查。用不完扣钱。陆显，你去歇着吧。你来这儿也不是来帮我干活的呀。哎呀，太无聊了。没事干，你可以去看书、看杂志、看看电视，或者想想新的方案。我来他们家看书。顾总，你是不是要去上班了？一路顺风。一路顺风。哎，双脚。嗯。东城新开一家汉堡店，我们一会儿买完菜直接去吃吧。行，那下午我们一起去。顾先生，你再不去上班的话，可就要迟到了。我忽然想到，我今天应该在加班过。淘米呢，要用顺时针。还这么多讲究啊！那你来吧，我去看看今天有什么菜。这儿有。顾总，家里没多少菜了，需不需要出去买点？有些人只是来工作的，午餐应该会自行解决吧。顾总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和双娇都是来工作的，咱们出去吃吧。哎，我也不是一个会克扣员工的领导，我也是会管饭的。午餐不宜吃太多，少吃点。我帮你拿，谢谢你啊。我的家我比较熟悉，用我这个比较顺手。这我新买的，电动的。这个环保，你能用久了手会酸吧？不会酸的，很快的。我这个比较快吧？旋转，我这个比较快吧？用这个。算了，我还是用筷子比较顺手。我接个电话，你们打吧。你来吗？喂，主演，怎么了？双娇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我有个朋友，他身边一直有个男生围着他转。到底用哪个打？但是又不跟他表心意。
最近这个男生身边又出现了别的女生。你觉得我这个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你那个朋友喜欢那个男孩吗？喜欢。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去表白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勇敢一点，大胆的跟对方表明自己的心意。虽然有可能会被拒绝，但总比留下遗憾好吧。我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筷子蛮好用的，蛮不错的。嗯。有什么事啊？对不起，上次是我不对，没有提前跟你说清楚。我买了这个护手霜，是你平时爱用的牌子。我自己有护手霜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还买了这个面膜送给你。还有，我想请你吃饭，算是正式道歉。一起推吧。顾先生，我跟你一起推车，方便训练脱敏。双江，你自己走。哦。小姐先生，你们好，今天情侣牙刷做活动，优惠力度很大哦。我正好要换牙刷，给我一套吧。好巧，我正好也要换牙刷，我可以给你合用一套。您二位是要用一套吗？这是我和双娇的，你要用的话自己买。我不用的，顾总，我刚换牙刷没多久，你和陆显分吧。行，慢走。好嘞，李总，我等您。王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要去处理一下。哎，你没骑车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我送你肯定比打车快啊。奶奶。不行。奶奶，你还好吧？奶奶。奶奶，你还好吗？奶奶。先躺着休息一下。
王小姐，你还是先出去等我吧。没事了啊。你奶奶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那就好，我去看看她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还要帮奶奶洗衣服，就不劳烦王小姐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我的儿子啊，不行吗？可以啊，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。不正常。嗯。往常我来办公室找你，你都要撵我走。今天你这心情不错呀，还知道敷衍我了。看来那个世双娇还真是有两把刷子，这钱花的还不错呀。妈，不要这样说话，不好听。哟，这都护上了，你们两个是不是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我就是来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好转，看来你这身体好了不少呀。嗯，既然身体都好了，要不我把世双娇给辞了吧？那可不行。为什么？咨询师说我还没有完全康复，需要世双娇帮我做脱敏训练。那等你脱敏训练做完了，你还要留他吗？我看啊，等你身体完全康复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再把他留在你的身边？你可要想好了。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不是吧？看广告看这么认真？不是，栗子蛋糕，以前我和我妈最喜欢吃了，但自从她走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吃过。双娇，我出去一下。嗯。先生，您需要加一张卡片放进去吗？啊？就是您对送蛋糕的人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写在卡片上。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人，你会勇敢地表白心意吗？会啊。那如果对方拒绝你呢？说不定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。所以人应该要有自知之明吧，不答应当然就是拒绝了。那也要把握机会啊，万一被别人抢占先机，一定会后悔的。麻烦您给我一张卡片吧。嗯。谢谢。等你身体完全康复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再把他留在你的身边？你真的给我买栗子蛋糕啊？双娇，我有一个客户的电话涉及到隐私，得出去接一下。嗯，好。
双娇回来了。来，给妈妈。过去看看。来，打开看看。哇！这是妈妈做的栗子蛋糕。我们家双娇啊，就是太懂事了。明明每次路过蛋糕店都往里面看，却从来都不肯吃，生怕花钱，是不是？嗯。以后啊，想吃什么都不怕贵，妈妈做给你吃。别人家小朋友能吃的，我们家双娇啊也一定能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来。衣服弄脏了，没关系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想我妈妈。想妈妈？今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了，不然你就回家看妈妈吧。我妈。我妈她已经不在了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些。不哭了。在忙吗？最近怎么都不来找我了？你好啊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不是，给你发那么多消息你都不回，是不是手机坏了呀？哎，你刚才那首曲子是不是小时候教过我呀？那么简单还弹错？我最近学了首新的曲子，弹给你听，来啊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一个人谈是挺没意思的，要不我们一块儿四手联弹。你既然是个男人，就应该有个男人的样子，请你不要再做这种脚踏两条船让人误会的事情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脚踏两条船了？就上回看电影那个。你生气是因为他，不理我也是因为他。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我了吧？我已经不是你们这种小打小闹的年纪了，我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安全感，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。
而不是一个整天只知道开玩笑的小孩子。不是朱烟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。朱烟，朱烟，你听我解释，朱烟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朱烟，你听我说，朱烟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先开门，朱烟，你开门啊！朱烟，开门啊！我妈，她很善良，很喜欢帮助别人，也很乐观。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，但她也总是笑眯眯的，从来不抱怨，也不放弃。她就像我们家的小太阳一样。你妈妈一定会为你骄傲，因为你很像她。是吗？可是你都没有见过他。但我认识你啊，你很善良，喜欢帮助别人，很乐观却不放弃，这都是你啊。可是我没有他做的那么好。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的病也不会好得这么快。在认识你之前，我觉得我的周遭都很冷静，但你出现之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也是个小太阳，让你的世界都不冷了。护手霜有好好用吗？有，要不要我拿瓶子给你看？不用了，我检查一下。这也是脱敏练习吗？并不是要你现在给我一个答复，我只是希望你明白我对你的心意。顾总，你不要再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了。如果这不是误会呢？这是我真实的心意。又是因为不讨厌我才这么做的吧？你真的认为我们只是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吗？不然呢？其实我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生。遇到你之后，我发现我再也忘不掉你了。你知道吗？在公司的每一天，我都想方设法的想要和你说话。可是，你明明每天都在捉弄我。我不是真的想要捉弄你，我是因为。那是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总是适得其反。我也一直很想了解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所以我拿了你的白瓷杯。你拿我杯子干什么？你这个人真的好奇怪。
恋爱专家说，当爱情来临时，人的判断力会降低，哪怕只是得到对方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，也会变得特别珍惜。专家也好奇怪。双娇，我做的这一切不是因为我讨厌你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。顾总，你突然这么说让人真的很难相信。想和你去体会拥抱世界的不完美，勇敢敞开心扉去逃离黑暗的包围。想和你去体会绚烂满天烟火，谁想过会成为同类，想卸下防备的滋味，不再伪装心里的软肋。人群中的勇敢结尾，因为你才敢于面对，治愈过昨天的伤悲，明天才特别。那一颗牵起的手，怕你沉默不说，想和你去体会拥抱世界的不完美，勇敢敞开心扉去逃离黑暗的包围。想和你去体会绚烂满天烟火，所有默默跟在你的背后。双娇，曾经的流言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也让我怀疑。想说的话放在心里，你也喜欢我吗？不敢告诉你，现在的我不想讨厌，不讨厌，因为爱无法抗拒，就只是不讨厌。牵起的手，哪怕你沉默不说，想和你去体会拥抱世界的不完美，勇敢敞开心扉去逃离黑暗的包围。想和你去体会绚烂满天烟火，现实加速选择怀揣心跳，为了什么忙碌夜空下的渺小，命运不修边幅，生活局促，我的梦该如何做到？迷茫灰暗总是想把谁困在死角，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重归于好，成长就是这时光微妙的滴答，改变。
现实加速，选择怀揣心跳。为了什么忙碌夜空下的渺小，命运不修边幅，生活急促，不到梦该如何做到。迷茫灰暗中是想把时光再聚焦，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重归于好，成长就是教幸福莫名的青涩，开启新的钥匙吧，回忆拥有了回答，细细详细的出发。